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是方大年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姓李，叫做文文。请问那位小姐是谁？她是我的朋友 Gina。嗨，我叫丁小月，我来自美国，第一次到台北旅行。那我可以介绍好玩的地方哦。